看书呢。啊，龙龙。那个，婀娜呀，我有点事儿想找你。找我啊？嗯。什么事儿啊？你看啊，你是我们这里学历最高。别那么说。头脑最快。一般般。大龄女青年呢？我是想问你，你和女人是怎么想的？找我就是为了嘲笑我呗？没有没有，你看我是来找你取经的。啥意思啊？我唐僧啊？别闹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是说呢，就是在感情世界里，你们女人是咋想的？就我们男人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接受我们？哦，你是想知道我们女人啊，怎么能接受你们男人？对，就拿咱俩来说吧，我怎么做你才能够接受我？这么直接吗？那咱都这个年龄了，还不直接点吗？没有必要掖着藏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再说了，那就直接点表个态就完了吗？怎么表态呢？不是，我这不就是来问你吗？问你我该怎么表态吗？那你说我怎么表态你才能够接受我？我个人吧，就是喜欢简单粗暴的，拒绝花里胡哨的。还有呢，龙龙，你干啥呢？把你说的我记下来。我不太喜欢，就是两个人腻歪的。我喜欢像你这种身上有那种小个性、小帅气，虽然磨磨唧唧的，但是基本意思我也都明白了。基本意思都明白了啊。那最后，我是说，就是到了感情最后，我还需要做点什么呢？最后啊，最后呢，就是需要一个仪式感。求爱呀，戒指啊！求爱我行，戒指我没有啊，项链什么？行，啥都行，我不挑，是个意思就行。好，我全明白了。今天不，明天，要不就明天，我把小西约出来，就按你这个套路来。问挪呀，问挪呀，你意思我全明白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明白个六啊，你搁这取了半天经，跟谁俩呢？再往前走走。到底干嘛呀？行，就这儿吧。天都黑了，你要干嘛呀？你等会儿啊，有个惊喜。你别再整出像上次装病那种事儿，我可永远都不搭理你。啊，不会不会，上回都是正正出的主意，我就说不行嘛，这个感情是不可以欺骗的。啊，哎呀，我还不了解你。玲珑，开始吧。马上啊。小溪，请看我为你所做的一切。开始。你在表演跪着呀？那个可能出了点状况，稍等啊，稍等，就一会儿啊。不是，干啥呢？我躺下了呢。怎么了这是啊？啊？漏电？我就这么点电，还让你给过一下吧？这是。这回好了，不是，一定要亮啊，千万别浪费了，听到没？谢谢。可以了，刚才出了小状况。小溪，现在是我白玲珑对你最真挚、最真诚的告白，请看我白玲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开始，开始啊！白玲珑，你逗我呢？你要愿意玩，你自己在这玩。不是，不是，小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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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溪，亮了！白玲珑，
都长这么大了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不是，他刚才真的亮了，你没看到？你自己玩吧。小西，不是，你刚才看没看见转的多美？我看到有啥用啊？他小西看着，都怪你，我没带够用两秒的，你偏出溜一下。不，你怎么能赖我呢？我为你这事我还过下电呢。我发现你就是克我，有你在，我啥也干不成。